在本视频中，您将学会一种瑜伽体式——单腿站立式。首先，放松身体，双腿并拢站好，双手自然垂放在身体两侧。吸气，双臂高举过头，掌心相对合拢。慢慢呼气，身体前倾，双臂向体前伸展出去，眼睛看向前方。同时向后抬起您的左腿，抬起的腿、躯干、头部和手臂都保持在同一直线上，与地面平行。将身体重心放在右腿上，同时伸直右腿，确保臀部与身体在同一直线上，避免胯部倾斜。舒展身体，保持这个动作至少30秒，同时有规律地做深呼吸。然后放松身体，吸气，直起上身，呼气，放下双臂。接下来，抬起右腿，左腿撑地，重复同样的动作。单腿站立式能够锻炼您的腿部肌肉，伸展腰部，改善身体的平衡感和协调性。现在，您就学会这个体式了。